最近有狗仔拍到了周迅和她的绯闻男友一起回周迅的老家的照片，并且还被曝光在了网络上。这一事件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其实她和她的绯闻男友不止一次被别人拍到了，之前两个人就频繁被拍到约会，其中就有一次两个人是在一家饭店里面一起吃饭，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根本就是一对正在处于热恋中的小情侣。并且她的这位男友是一个音乐人，而在之前的一次采访节目中，周迅也坦言说自己因为非常的喜欢音乐，所以也会爱上音乐人，想必这也是暗示了自己的意中人。并且她的这位男友在音乐方面的确是非常的有才华，事业上也是非常的出色，但也有网友了解到这位男星的年龄比周迅小了十几岁，但尽管如此，两个人相处的时候看起来人就非常的融洽，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年龄差和违和感。再加上周迅的年龄已经不算小了，想必她对于这段感情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，所以也希望能够尊重明星们自己的选择，只要两个人真心喜欢，彼此相爱就是最好的，让我们一起为他们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吧。